子居住的房间拥挤，加上孩子疏于打扫，卫生状况确实有点令人皱眉头。我们房间真的是很肮脏，然后真的很难，你给我，我真的很难睡。可是他们每一天就在这里睡。当我经过他们的房间，怪味散发出来，我直接整个反应就是这样子。确保孩子们了解卫生的重要性，是这次自愿团队的既定行程。去年他们来到，看见孩子身上因为细菌感染而长的脓疮，让大家都觉得很心疼。虽然情况有所改善，但是有待进步。因此 Love at Paul 团队身体力行，帮助清理房间，让孩子从旁学习。日后他们就知道如何照顾房间的清洁卫生了。今天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要帮所有的小朋友的房间都重新的清理干净。因为里面真的是，你进去里面真的是很多层，然后而且那个床啊已经睡得很旧了。然后我们打算拿出来晒干，然后把他们所有床架都搬出来，然后希望把里面清洗干净。因为他们睡，这些都是他们所睡的地方。那如果卫生没有照顾的话，很容易得到皮肤病啊，或者是得到哮喘病，所以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个 diseases。Hello， 伟燕，伟燕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想问你啊，是什么原因让你？去 start 这个 project。我每年都做这个 project， 这是第九年了。每一年我去做这种 project， 我觉得受益最多的不是那些人，是我自己啦。我学会怎么don'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啦。是不是人比较容易满，就是很容易满足，很简单这样子？对，就讲说我比较容易满足，跟比较容易知足。知足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那我想问你是怎么跟这个 Campbell 大师接下这个缘分，然后一起？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哦，那就是因为在2004年，我跟一个义工一起去做 Cambodia， 那他跟了我4个 trip 了，那他就介绍了Cambodia 给我，那他跟我提起这个事情在尼泊尔，我就讲说，哎，这个是一个国家的，我很想去，那我就飞过来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你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全世界说？你想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？我觉得一样东西是，如果我们这些做 volunteer 的第一样东西就是 be prepared to give 啦， means without anything in expectation 咯。So I think 那个很重要啦。So 有心去做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好啦。我相信只要有心，什么都可以做到，什么都可以完成的。对对对。OK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人若要追求，永远也不会满足。人若学会付出，那一刻心里就满足。伟业发起自愿工作者计划，就是秉持着这样的精神，到不同的地方了解他们的需要，在筹划募款到亲力为他们建筑，看着他们的笑脸，辛苦就值得了。我们今年的 project 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，都到尾声了。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，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？我们其实也没有做很多，就筹款这些，然后我们一到了这里就做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，就像涂个墙皮，陪小朋友玩，帮他们清洗他们的房间，很小的东西，可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。可是这些小小的东西，小小的付出也不简单呐、啊。我们该做多一点，因为真的他们是需要帮助的。既然他们需要帮助嘛，你有什么想要想要鼓励这些志愿者踊跃的参加？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顾虑，就会想，哎，我到底可不可以抽出这个时间，或者我做得来吗？我会做吗？这些不用想了，你就去做，你就先开始，边做边学，然后就。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自己很多不足，然后你就会更想要再做的更多。其实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为别人付出的时候，就自己反而收获的更多更多。是的，所以谢谢你，谢谢。没有问题，谢谢。别想那么多，踏出第一步，多么铿锵有力的一句话，
如果我们连踏出第一步都不愿意尝试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接下来会遇见的事情。自愿工作或许让人怀疑自己的能力所及，但付出并不贵于多少，只要用心，谁也能感觉得到。这天是饭堂和厨房的启用典礼，僧侣学校以最高的敬意答谢为这所学校出钱出力的 Love at Paul 自愿团队和聆听世界团队。大伙沉浸在快乐的气氛当中，由开始筹办到结束，每一步都那么深刻地印在大家的脑海中。这些花呢，就是他们给予我们的好运 ，good luck。是他们Nepalite appreciate 我们对他们的付出。对。我妈常跟我说，你呀，永远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。在短短的这几天，我学习到的就是要珍惜，要珍惜身边每一个亲人，珍惜身边的每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不懂他什么时候会没有。我最敬佩的反而就是这班志愿者，他们当中从不同国家来的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台湾、上海、法国。我觉得他们也是因为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贫穷并不可悲，穷到只剩钱的才是最可怜的。所以他们愿意在百忙之中抽出那么一小段的时间来付出，付出了其实得到更多的反而是自己。僧侣学校的每一块砖、每一根柱子、每一片瓦片都是善心人士的作为，因为大家的捐献，孩子们有上课的地方；因为大家的善款，孩子们有睡觉的地方；因为大家的捐助，孩子有主食用餐的地方。因为有你用心聆听，了解他们的困境后，以实际行动关心、关怀和帮助，他们拥有改变的希望，改善的快乐。聆听世界，希望你我一起加入助乐的行列。泪在心的堡垒，所有情绪在爱的氛围，没有所有一切永远黑夜，爱存在在我